可是你这边有一点点洞怎么办？就是要补啊。要不我们帮你？不用帮我。还好吗？那有点怕。怕。看着你蛮舒服的。今天我们疼痛指数是这样，嗯，20%的疼痛，先从简单的小的开始来。纹绣哦，眉毛啊，还有嘴唇，这种应该类似刺青吧？恰里对吧？对对对，刺青应该来欢迎恰里，欢迎莉亚，莉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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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你好，莉亚莉亚，嗨，嗨，主持人好，现场来宾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纹绣师莉亚。纹绣师莉亚，对，请问什么星座？我是射手座，难怪喜欢死。我明天生日，明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Charlie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OK， 太棒了，好敷衍的。刺青很痛，嗯，为什么？刺青很痛？不是纹绣，纹绣，纹绣其实比刺青不痛。哎，不痛，微微的痛，20%。我以前有那个绣眉过啊，会痛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有插那个、麻醉剂，对啊，它就这样插一插，然后过十分钟开始绣嘛，嗯，它在绣的时候就你会听到那个皮肤那个这种声音，刮的声音，那种是飘眉哦，然后可以后不会痛，但是呢。第二天去露营的时候就变蜡笔小新，不是，那个是被嘲笑的痛，对，被嘲笑更痛，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也一开始也有被我们对，然后每个小心男了，小心小心小心他，而且最痛是哪一种？有些人是这样，看到你的眼睛，为之一振，不敢看，吓到，你本来要进入我们三立啊。我因为我是世新新闻系毕业的，然后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在三立实习写网络新闻，然后结果你就去纹绣了。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有想说要为自己留个后路，怕自己不适合媒体行业，步调是谁把你逼走的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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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立很好，真的，你干嘛笑？当然很好啊，为什么笑这样？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对对，超赞的。然后我就是觉得彩妆很有兴趣，然后就衔接上学纹绣，就是我后来就走这一行。OK， 对，那你很快就上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内心有很多的郁闷，这样。没有没有，先学过彩妆，会就是对纹绣其实比较容易上手。OK， 那你开始学到多久？你帮人家绣第一次？我其实大概3到6个月就可以。开始操作真人了，等于真人，对，那真人是找自己的朋友跟家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不然失败怎么办？我们一开始都是练假皮嘛，哦，假皮，我讲什么假皮？猪皮那种，对对对 ，OK， 那对。有没有朋友现在还在蜡笔小新的阶段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说那个是你以前比较早期的技巧，现在很自然，真的真的。Old school， 旧派，老学校，老学校。那你的客人都是女生吗？或者是男女都有？都有。对，其实现在很多男生要修，你看像我以前啊，嗯，人家这样丢罐头，然后咔一个，嗯，我跟你讲。罐头大家小心，立刻裂开。哦，那个伤疤就这样裂开啊，因为你这边有个骨头，它这样那个角胶就当一个就裂开。哦，对。那裂开那个年轻想说啊流血啊，然后觉得很酷，然后像拳王有没有？拳王不是常常疤这样，一个疤这样，然后慢慢它就变成一条疤。那有的时候人家讲说，眉毛如果说有断眉啊，有疤什么话不好，所以说我就认识了他们嘛。然后我就去决定了把它纹掉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纹绣会要一直补吗？因为它是半永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过几年就是要补色，因为它会慢慢代谢掉。一般一年要补一次吧？不一定，每个人代谢快慢不一定。可是你这边有一点点洞怎么办？就是要补啊。要不我们帮你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你可以自己弄啊。可以自己弄。真的假的？照对着镜子这样。对，只是很这个要很强哎，只是会累啊。那一定很累啊，这个很累，因为不好对准，因为它是相反的。
听说你还要在做公益文球，不是你到底哪那么多朋友？你什么事都听说来？听说要很多听说，做爱心的。对你可不可以连得快一点？做爱心的公益文球，对。因为就是烧烫伤的患者的皮肤，就是他们经过重建，其实自己画的话都很难画得上去。对，所以他们其实很需要文秀。那我其实都是免费帮，就是有烧烫伤的人操作。这个很棒嘞！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比我们都更需要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一来就要帮你唱生日快乐歌？谢谢。我感觉到你有无限的那种爱、善良的那种气息出现。谢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今天没有。他连这个回答都考虑到我们的心情。谢谢，做公益，做公益。那你今天要示范纹绣，谁要给你纹啊？谁愿意？上面是写丰田，谁决定的？不是纹哪里啊？真的纹啊？简单示范就好，体验的，我也上颜料，对，我们就简单示范一下，来到底。OK， 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样。是需要测自己心跳吗？不用。这是什么爱情养成节目？没有，这个是就是比较新的机器，手表型机器。那它是要干嘛？它就是不用插电，这是充电型的。嗯。然后我们就是操作就直接这样子。哦，酷。它等于就是一个电池就对了，行动电源。对。预备。好，我们有点声音哦，你会害怕吗？会怕，有点怕。那就这个算比较薄皮的部分。这个薄。是薄皮的部分。真的要开始了。你不要抖哦，你可以叫。不会动吗？后面不要动它哦。麻麻的，一点点。这算轻的，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手，不能看你自己手啦，你要看别的地方。不是，这是手，如果在眉头会更痛。对，因为我们虎口这里你要分散注意力，比较厚。还好吗？有点怕。怕，看着你蛮舒服的。再把刺穿了，怎么真的吗？现在看出来了，有红了，对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，比如说他现在手感应的痛度跟眉毛是差不多的，其实差不了太多了。这个好先进哦，对啊，很酷哎。就比如说这样纹一遍，这样大概要花多久时间？从设计眉形到做完2个小时以内，帮我那个绣成那个岩柱的那种。确定？半想看。我可以啊，你可以吗？一年多而已，但眼睛要够大才行啊。哎呦，小眼睛在跟我讲什么？真的可以哦？那会不会更贵？我不会加量不加价。哦，他吃完他不会讲是他吃的。那你要帮我这边纹一个王吗？为什么？那是刺青。好，谢谢。